主持人赵灿。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。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野老师，欢迎。华谊嘉兴的高级副总裁许巍老师，欢迎。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，欢迎。涂磊涂老师，欢迎。先了解一下这一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是在深圳认识的，到现在已经交往2年了。他是我的第二任男朋友，我们都到了适婚的年龄，我打算要为结婚做准备。无论我怎么做，他和他父母还有他身边的朋友都对我不满意，都不太看好我们。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，我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，我为他放弃了很多东西，我真的觉得很累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小林2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。小文24岁，来自河南，律师助理。欢迎两位哈，谁要来的呀？他，我来干嘛？我想结婚，他就没有给我什么态度。平时他老是跟我吵架，然后惹我生气，想让老师帮我调解一下。调解是？帮我教训他一下。教训是教训他，教训到他娶你呢，还是教训他不惹你生气？不仅要娶我，还得不能惹我生气。哎呀，这麻烦了啊！他没事动不动跟我无缘无故发火。我咋了？我接你回来是吧？你说你累，我说行，我先送你回家，因为我答应你妈，我说去给她买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要跟她买葡萄？就因为买了东西，你都做到啥份儿了？扔我东西，撇我衣服，打我。我很累，我都说了，你当天可以不用买的。我说我把你安顿好了之后，我再去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没办法踢出去。我们在车上，他非要下车，你知道吗？非得去买葡萄，我很累，我就想回到家里边，我休息。你打我，我是不是没还手？我啥都没说，我捡衣服你还嗷嚎，整得满楼都知道。就你这无理取闹，就这个样子，我就受不了。买什么葡萄？谁？你要去买葡萄？对，因为他妈妈来了，他妈妈来，我答应他，我说阿姨，我去给你买点葡萄，因为你喜欢吃葡萄嘛。啊，我是去接他，然后回来，我说顺路买点嘛。他说他累了，我说行，我先送你回去嘛。我说把你送回家，我再去买。他还不让，最后半你就没告诉过我，你说你要跟他买葡萄。我都说那是我妈，我可以跟她说的。再说，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当天必须要吃。就是因为她是你妈，她不是你妈，我管她呢。行，我不让你买葡萄，我累，你非要买。而且她没事跟我玩离家出走，啊？她没事闲跟我玩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了？那是你气我，我出去散个心不行吗？谁气你了？我怎么气你了？大晚上11点多，她不让我吃花甲。你花甲过敏不知道啊？我花甲过敏，我吃完过敏之后，我第二天我会不出门的。你说他多自私一个人，他就买花甲，他就买一盒不让我吃。这事儿他确实不能赖我，他吃了4盒，一口不给我留。我说那我自己买一盒吃吧，就因为这一盒我没给他，他跟我离家出走。所以这事儿是他先吃了4盒让他过敏的花甲，是吧？对。你一口没吃上，所以你一气之下给自己买了一盒，是这意思吧？那我你就不给他吃，对，然后你没吃着，你就生气了。对，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吃花甲都没有人给我抢的，我妈给我炒一大盘，然后我自己吃。不是你不是吃了4盒了吗？已经。我吃花甲量很大的，我就用盆装的。不是你不都吃完4盒了吗？我就是吃完4盒，我不够啊。你不也过敏吗，姑娘？你是不是也过敏啊？我，啊，还没过敏呢那时候。哦，要吃到过敏才算吃好，是吧？你妈妈不管你吗？我喜欢吃的，她就尽量满足。不是，这不是你过敏的食物，你妈妈也让你吃。对。父亲不管吗？我单亲家庭，我跟我妈妈一起生活。哦，多大的时候跟妈妈一起生活？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，其实也算初中那时候，他们就是隐瞒嘛。然后我是上高中的时候，我问我妈，我说我爸为什么老是出差，然后她就说离婚了。所以你妈对你比较纵容是吧？我这么听下来，还好也不算纵容吧。我觉得母亲爱孩子天经地义嘛。啊，就这么爱，过敏还让吃是吧？对。啊，对，你女朋友比较任性吧？任性，我就让她遛狗，她都能离家出走。
那是我妈的狗，我妈出去旅游了，然后把狗撇给我们。那几天连着下雨，天气又不好，遇到下雨天我膝盖会疼的，然后我不想出门，她非得让我们出门。我感觉你这个理由找得特别牵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感觉你就是我怎么牵强，特别任性，就让你遛狗你都能跟我离家出走，我感觉这就是不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情。但是我当天不是也牵着狗出去了吗？那狗跟你一样搁家窝一礼拜了，没见过阳光，窝吃窝拉的，尿一地拉一地，你收拾也行啊。这是我的生活方式。谁收拾的？那狗那拉那便，你知道抓起来手感多恶心吗？你不是愿意吗？你又不是说之前没做过。不是，你也不打扫，是这意思吗？嗯，反正恶心。就是拉家里什么的都是他收拾，然后我就负责给狗洗澡，然后就抱抱他，喂点食儿。然后一个礼拜之后，他让你带狗下去遛遛，然后你就离家出走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他非得强迫我下去，那天可冷了，我都说了我膝盖疼，我不想出去。他一点都不心疼我，就想着重点在遛狗。我那天我跟你说了，我想去抓屎，咱俩一起去，是不是？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你也一周没出屋了，对不对？我那天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习惯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他除了惹你生气之外，还有什么事儿让？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了。啊？怎么生活质量明显下降？是不是该吃吃该喝喝的？我们两个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经常领我去看电影，对不对吧？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，你领过我去看过电影吗？我都不知道电影院在哪儿了。那不是你突然间跟我说你喜欢去家庭影院没有？我是不是又办张卡给你？那你什么时候办的家庭影院的卡？那中间就隔俩月，你咋俩月没看电影能咋的呀？我活不了。跟他在一起之后，真的就感觉好像追到手了，不珍惜了。我跟他在一起这都两年了吧，他都没有给我买过口红和包包，别的人家就是男朋友都买口红和包包。不是，那不是你跟我说你口红还没用完不让我给你买吗？那口红没用完，人家口红也没用完，你跟我说为什么人家男朋友就能买呢？我就没给你买吗？你就不愿意给我买，他对自己可大方了，他买衣服上千块，四五千块钱啊，那西装就买了两三套，然后他平时也不穿。我买两三套怎么了？我换洗不行吗？所以姑娘，你的重点是他乱花钱，是对，而且还买什么蛋白粉，你看他瘦成那样，再说了你吃个正常饭你都胖不了，你还吃蛋白粉，那不就是为了增肌健身我才买那东西吗？是不是？你健了身吗？我挣钱我花钱我乐呵，你就说，我就说你增肌了，我挣得多我花多，那又怎么的呢？他不吃呀，他蛋白粉放在那里整整一桶放在那里，最后扔掉了，你说他不是浪费钱吗？刚才你说了一句话，我特别想问一下啊，你说我能挣，我花怎么了？你的资料上面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年龄22，职业自由。对，您靠什么挣钱啊？我之前是做这个经销商，就是一个中间商，赚个差价而已。听起来又气你，各方面条件好，你又不是特别满意，你干嘛非要死乞白咧的嫁给人家呢？就是他对我好呗。没听出来他对你好啊？你一直在抱怨啊？就是那时候我们两个是在深圳，我去深圳发展，然后他是去深圳旅游嘛，我们两个在那边认识的。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每天下班就是很累，会走很长一段路，然后他就会背着我帮我背回我的宿舍，然后有时候我吃水果吧，他就会把它包好然后送在我的嘴边。现在两个人还在深圳生活吗？嗯，不在了。然后他不是待不下去了吗？我就为他回来了。回到哪儿啊？我是
我说你没看着你就跟我过去看一下。都跟你说过了，我要能过去的话我都不会这个样子了。然后他这边就非得等，就是说我爸那边主动过去，去他那儿就直接说买完房子拿好彩礼直接去提亲。我家那边都没有说两边好好认识一下，怎么就能草率就说来提亲呢？那我们那边结婚都是男方把房子都已经安置好了。那我们那边买房子都是等定完之后再买呢，你咋不说呢？如果一直这种无理取闹这种脾气的话我可不了。所以这个怎么就谈到结婚了呢？女生在恋爱中就是需要男人去宠的。姑娘，你不是公主，没有人有义务那么去照顾。恋爱可以谈，谈恋爱好好谈，如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法过好。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你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两位好。大小姐，吵吵闹闹的，我就在想，在这么好的年华不去安排生活，不去积极努力，都不知道你们两个吵吵闹闹在干什么。女生，你真的要去好好考虑一下什么是责任二字。责任不仅仅是对恋爱对象，还包括你的工作、你的生活、你的父母，还有你自己。你说你多不负责任啊。你认清楚这个男孩了吗？你了解他吗？吵吵闹闹成这样就口口声声说我要嫁给他了，你是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有多么的不负责任。明明知道过敏还吃那么多，你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吗？你对你的母亲负责任吗？你还一味地说我妈就是宠我呀，我就要怎么样她就会让我怎么样。24岁了，应该学学怎么去反哺你的母亲了，怎么去爱他，怎么去孝顺他了。所以你们两个千万别提结婚啊，希望你们拎拎清啊，考虑一下你们的生活除了打打闹闹的爱情还应该有什么。当你们都学会了何谓人生的责任的时候，再去恋爱，再去说结婚成家的事儿吧。好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女生没有自我，男生没有斗志。有一句话高频地出现在公主类的女生嘴里，我们找你们男人干什么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
啊，每次当新郎在婚礼上说啊，你只要负责貌美如花，我负责挣钱养家，下面很多女生都会眼巴巴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男生。但事实上，你不觉得这句话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吗？没有哪个男生这一辈子会无偿的让一个女人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。他追你的时候，他爱你的时候，他会这么说。但是当生活平淡的时候，当男人工作疲惫的时候，他只会说两句话：你不劳而获，这不公平。一个人喜欢你、爱你，这个对你的爱的这种行为，他是可以随时收回的。他只要不爱你了，他就可以随时收回。那剩下的，是不是还得靠自己？所以说，与其貌美如花，不如要勤俭持家，或者挣钱养家。你靠谁都是靠不住的。他今天还跟你在一起，他不说了吗？他说如果谈不拢，房子也不会买。当这个人已经消失的时候，你再对着你的墙壁去说，我们找你们男人干什么的？男朋友不就是宠着我的吗？所以其实到头来害的是自己可怜。你明不明白？女生没有自我，男生没有斗志。你哪里有斗志？我们可以允许一个年轻人幼稚，没有方向，这个我们不责怪。幼稚没有问题，但咱能不能够在乎点东西？在自己还没有一飞冲天的本事之前，把身边的人、情、事、物看得重视一点。不要一脸满不在乎、很潇洒的样子，你说呢？更不要有谎言。其实相对于你们两人而言，他是算比较正常，他比你也小两岁，他幼稚一点，乱花钱其实都可以理解。你已经24了，你口口声声说要结婚，你却想把自己活成公主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女人能够真正的活成公主，只能活成自己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在你的恋爱当中，除了老师们说的那些大方向，对现在的很多小女生来说，恋爱谈成了一场情绪的抗争，就大家一直活在情绪里。恋爱的时候要有激情，激情过后是要有冷静的，你们不能把情绪当作恋爱的延续。爱情的事儿好好考虑考虑，恋爱可以接着谈，婚是不是要那么着急的去接，请这位姑娘好好的想一想，啊，一定这个是要慎重，你们俩自己考虑吧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只图你对我好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对我好。然后，我感觉有时候你做事情真的会让我感觉到很失望。我感觉就是。如果还这么无理取闹，这么就是不理智的话，我感觉就是两个人就是没有说再往下继续的必要了。只要你对我好就足够，就算只是小小的要求。谢谢两位啊，来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看一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第一次。希望你们慢慢长大吧，从今天开始好好谈恋爱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